段子手大张伟也有真情流露的真心话。最不喜欢的三个艺人不玩朋友圈啊。薛之谦有来吗？哦，给他盖住了，给他个锅。啊，打这么响。每一个人都有自个儿所谓的那点坚持。床前明月光，有困难就要帮。北京滩大老师也肯面对这样的大冒险。浙江卫视5月15日晚周一晚间22点，人间精品爆笑来袭。本栏目由实力中级 SUV 雪佛兰探界者冠名播出。